是宇宙中不是太大的报复联合条例，此次任务代号为 A 计划。收到。任务极限时间2小时30分钟。可以。温馨提醒，此行时间紧迫，艰难险阻，还有可能遇到野生动物，随时有生命危险。还有什么问题？调物。什么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去？不可以。谢谢。飞船强行弹出功能启动，准备3、2，不系安全带，在超光速里会被分尸哦。Thank you.
变化，会永远在一起。不是所有故事的结局都完美，见面，大家 steady ball， 人七幺七号飞船，你是否已经抵达地球？总部，总部 ，I'm in Singapore already。哇，老哎，呵呵，我见到鬼了。新加坡的 people 跟我长得 same 的啦。Never mind 啦，但是你们都没有我演到。不可能，你在我们行星是最丑的。Shit， Are you kidding me？ I'm ugly， 在台下的朋友 ，If you think I'm ugly， please put your hands up。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听说你们地球人分男的和女的，对不对？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的。好，导播，我想看看看地球上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先让我看看男生。
男生出现，男生叫得很厉害哦。你好，哇、哦，兄弟很帅哦。让我看看，哎呦，耳环打两边的哦。哦，耳骨上也打了哦。戴的还是钻石的哦，我的天哪，哇，真的好看。哇，这个中分梳的好硬哦，这个成分。哦，昨天是什么？你朋友后面帮你举牌子，他说你后面的朋友说昨天是你的生日。哦，不是你的生日是吧？你给我乱举是吧？哦，是女生是你的生日对不对？哦，好了好了，你们火车站接人可以放下了。好了，男生哦，很喜欢哦，这件衣服不错哦，这件衣服是刚刚出浴是吧？神经病，开玩笑，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哦，这应该是男生嘛对不对？哎，男生你在哪里哦？我第三排的位置，我的天哪，家里条件不错的哦。哦，你几个人来的哦？几个人来的？哦，你不会搞到现在你听不懂中文的？泰国的朋友，三个人，三个朋友来的对吧？哦，哪边三个是你的？哇哇，这边三个，后面那个举牌子的会不会你的花样太多了一点？就是你每次举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还那么大，带了100张进来啊？哇，这样子，谢谢你哦，男生。帅哦，我告诉你，男生你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你知道是什么吗？牙超白的。哇，半夜找你好容易哦。在哪里混一眼就看到哦牙。好啦，同学，谢谢你哦，再来一位男生。Hello， 哦你好，哇，这位男生还没反应过来是你哦。哇，哎，你这个身材可以哦，兄弟。哇，厉害了，我告诉你，你不成比例了已经。你的头竟然是这么小的。但是你身材却是这么壮的哦，哇、哦！而且兄弟，你练到还有一点点溜肩哦。跟你开玩笑，哇！你手臂看上去真的好壮，你可以秀一下给我看吗？手臂，哇！你是怎么练到上面的手臂这么粗，下面手臂这么细的？跟你开玩笑，很高兴。哎，你旁边那个位置应该没有人哈、哦？哦，没有人对吧？哦，好了好了，你一个人，你躺着看。好了，很高兴的。哎，请问兄弟今年多大？你28岁啊，哇，看上去真的是就差不多。好了，没事，很高兴看到，哇塞，卡了一下，新加坡的男生这么帅的吗？哇塞，刚刚两种类型的帅都你们都看到了。接下来看看就是新加坡的美女。Hello， 哇，你好，哇，哎，你在哪里啊，同学？哎呦喂，这你几个人来的？这么有钱呐、啊？第一排 啊，第二排，三个人朋友，哪三个是你的朋友？我看看来。哎，你镜头拉远一点，我看看。其实镜头拉的也太慢了吧？是我现在是睡着了吗？哦，哪三个是你的朋友啊？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化九克妆的同学是你的同学对不对？哦，就你两个人对吧？还有一个没有来哈、啊，还有一个。哦，哎呦喂，厉害了，票是你买的吗？哎呀，嗨，那没什么了。我以为你人品这么好，哇，自己买票给朋友第一排，自己坐后面，哇，太棒了。没想到3张都不是哈，都不是，你是别人请你来的啊？那知道我是谁吗？到底？很高兴认识你哦，谢谢你哦。哇塞，开玩笑，感觉项链都跟我很像的。哎呦喂，姑娘，太好看了，再来一位。哇，你好，哇，同学，啊，很高兴见到你。哇，这个天气穿有毛衣，你身体很不舒服哦。你看我现在就是哪怕穿个这个我满身都在流汗，同学你会不会太过分了，穿个毛衣，你会不会下面穿了秋裤啊？哇，还有恩宇秀，你好，你请问你在哪边呢，姑娘？又是第一排，哇，新加坡的经济真是好啊。摄影师老师也是真是偷懒的，就顶着最近的牌。啊，你好，哇，姑娘，我告诉你哦，你都很漂亮哦，你唯一有一点点缺点，在下能不能提？头发有点开叉，回去用点护发素好不好？哎，跟你开玩笑了啊，跟你开玩笑。后面有一个空位，看到没？哦，这后面，这天哪，哎，现在已经几点了啊？门口还在跟黄牛讨价还价吧，同学。这里还有空位，很高兴见到你们。哎呦，对不起，不是你头发分叉，你旁边那位姑娘都分叉了，这是灯光的问题，跟你没关系哦。哇，你们三个人差到不行，我跟你讲。哇，三个人买一瓶护发素吧，好不好？哇，这位也不行，哇，照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位置照几个人分叉，要命！哎，4个人共享一瓶护发素，好不好？哎，好了，太好了，哎，好了，同学们，好了，今天来的
男同学，哦呦，这里先有进来同学，你们好，哦，外国同学你们好，四个人一起进来，哇，在门口跟黄牛缠斗了很久吧？他应该降价了哈，这个时候，哇，都已经快过去20分钟了，我的天哪，哦，好，结果买的还不是这场的票，下个月的。哦，全场看着你们，全场看着你们，看着他们慢慢进去，嗨。四位，哎，回去了，回去了，决定不看了。哦，找位置，好，太棒了。我没写清楚，上面手写的。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了。同学们，今天来的所有的女生，请尖叫。今天来的，叫那么久有必要吗？今天来的根本就不想看我演唱会，被女朋友硬拖过来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男生，请尖叫。谢谢你们啊，都是来谈恋爱的，我就喜欢在这种国外可以讲中文的感觉。哦，找到位置了，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嘞，闭嘴，不要再开玩笑。0717号尽快执行任务。上面的说话的方式怎么变，提醒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会不会唱？3、2、1走。Thank you.
面说他们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偏左，有些有人很苦、啊、你约等一下气氛太搞笑了，你把灯光按下来，就像刚刚出场一样，然后把灯关掉。好嘞。我心愿有我
傻许说也傻，懂我未必需要解答，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闪失就伤疤，交往时候已经一家，因为害怕石沉大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拾起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身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害怕，祖先已抹去獠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相比一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已经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呀人总患孤寡，一浪迹天涯，机上人当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的披上婚纱，胆小的不过童话，树梢呀，相爱相杀，别再想更高的办法，不想越在自天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艺术和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手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被弄傻，像孽畜梦里通天塌，为贪念不惜代价，下一只狼会的不怕，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哭，我说的狗贝要奶啊，那你要狗贝呢还是狗贝 C 呀、啊、说那狗贝 AB 是什么呢，哦没有狗贝 AB 的啦，只有狗贝 C 呀、啊、我说那我就普通的狗贝就好了的了， OK OK OK， 那你要狗贝布还是狗贝高啊，就我听得懂吗，我说哦搞搞搞搞，你随便给我搞一杯就好了，我说 OK OK， 那你、还要狗贝秀带还是狗贝尬带啊，哦，那你要狗逼灯啊还是狗逼热啊，我说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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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哦你脾气好差哦，不然给你杯狗逼奥格松哦，我说 OK OK OK， 最后点了半个小时，哇他给我一杯狗逼奥格松，什么都没加，真的莫名其妙，就是哇这里咖啡这么讲究吗，哇你们点餐点好久哦，还有你们这里有个习惯叫做占座对不对，叫Chopstick， 有没有 Chopstick， 来给点反应好不好啊，哎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 Chopstick 的吗，对不对，拿张纸巾啪往那一放，啪谁都别坐，哎今天一天这个位置不能营业，哎我出去了，有没有、有的人拿纸巾站坐，有的人拿电脑站坐，还有的人拿鞋站坐，还有拿内裤站坐，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脱下来的。门口外面现在有一家饭店，天哪哈、哦，桌上全是内裤，你们人都在这里看演唱会，一会儿回去别穿错了。好了，同学们哈、啊，我就问你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同学，请问你平时会不会 choke sing？ 会还是不会？会哈哈、啊，那你平时都放什么？手表，放手表会不会太贵重了一点啊？你放一张房地产吧，好不好？你上张房契嘛，真的是。那请问，在门口那家店里面有没有你的内裤？没有哈，你怎么证明呢？你怎么能证明你的内裤不在门口的店里呢？你证明给我看一下，有种。好棒哦，这名字太棒了。好，同学，哎，那你可不可以现在帮我个忙啊？我现在特别的辛苦嘛，我想喝一杯那个果杯欧格松。你现在帮我去买一杯好不好？但是你占个座位，好吧？买完以后你下一趴我们就回来，好不好？我等你，好不好？我现在就去，对，但是你要拿个东西占座哦。对对对，那是我手表，哎，手表太贵重了，手表太贵重了，你万一掉了很麻烦的，你换个别的好不好？你想个别的。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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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来来来，哎，去吧，对对，快站住，对，站，对对对对，连袜子一起，袜子袜子袜子，对袜子，对对对对对对，好，哎，对对对，好，对对对，好，好，裤子也裤子，太高了，太高，去，快点，快去买咖啡哦，去，你在哪里？我看看你，你在哪里？哦，去了，快去，快去，快回来，我们等你哦。这个没场了吧？人家一个人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哦？有种现在当场全场站起来出去！哎呦，我真的笑死了！太莫名其妙！不是，你们听我说，你们就算了，你们刚刚站起来其实挺壮观的，那哥们真的出去了。那我现在就有责任了，我现在是等他还是不等他？进不了那么久，他如果去市中心那要很久哎，那要到下午两点呢。哎呀，不行，我眼泪都要下去了。给这个摄像师，给这个摄像师。哎，不行，我真笑死了，怎么这么无聊？谢谢你哦，给你添麻烦了。哦，你脚可能会有点脏哦。不好，你千万自己要洗一下啊。我差点刚刚说成你自己要舔一下。你自己要洗一下一会儿。哦，你这样，哎，我喝一半，剩下一半给你洗脚。哎呦，好了，可以了，不玩了啊。接下来往后走了，同学们，哎，不行了。还有，听说你们这里晚上10点半以后，哎呦，不行，你们这里晚上10点半以后不能喝酒，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对不对？那酒吧还开不开？酒吧有特殊的营业执照，对不对？哎，但是其他的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能喝酒了，10点半以后也不能买酒，对不对？啊，那请问如果我半夜12点，到石鼓鱼那边，然后拿一杯酒酿小圆子，可以吃吗？哦，不算的哈、哦。那酒精巧克力呢？哦，啤酒鸭。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是吧？好，哎，哦，你们确定是可以的？那我一会儿就去吃的哦。哦，我晚上演完我就去吃啊，或者明天我就去吃，好不好？哦，你们有空你们也去吃，好不好？那这样，哎，这样以防安全起见嘛，你们先吃，你们要是有问题告诉我，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对对，就是。好了，不要闹了，同学们，莫名其妙的给这么多今天。好了，同学们。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你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给。丑八怪呀呀，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区分谁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被逼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累这首听过没？你记得我吗？
他，在月亮底下拉着你说话，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草草，我没让你听见，在你离开的时候，请记得我曾冷门呢，你都会耶！哇，新加坡的朋友好感人哦！三二一，准备唱。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机会。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难为，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去忘谁。一股洪流，你被布满了千丝千缕，随着你的美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笑颜，来见我最后一面。心好。
Oh,
去就这样，我可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我的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们有这个义务让他变回去，你们说是不是啊，少年？太好了，好感人啊，因为我们的心愿是 peace and love。 总部，你看到人类的决心了吧？
人来打扰，这故事挺好。你掀起远方一脸海浪，慢慢靠近，要我陪你流浪。你坚定的模样，我放弃了抵抗。去流浪，一直到下场不怎么样，就快要夜深人静了，反对的只剩下月亮。我会钻着小巷眺望你方向，告诉我你在赶来的路上。社会福利这么好是吧？都没有人上班的哈。哇，骗人！明天不是周一吗？对不对？对吧？明天怎么不是周一？你别骗我嘛，别诓我。今天是周日嘛，对不对？哎，不跟你们聊天了，没有一个说实话的。明天上不上班？服了，佩服啊，佩服，都别上班啊！啊，谢谢你们。好了，同学们。模样毫不具象。
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嘿，一起听人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的跟随已过了谢谢大家了，今天。好，给你把手机。
记得关关掉了哈，节约点电，要不然回去打不了车了。啊，对对对，啊，辛苦你们啊，都关了。啊，我暂时称你们少年。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其实这两年我的音乐有一些变化，希望你们能听出我新音乐里的变化，也希望可以认识更多的少年，可以喜欢我们的歌，是我的荣幸。我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我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远的距离，然后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会听过。其实刚刚在一直在唱的时候，有些歌我知道大家可能听过，因为在我们那边也是蛮红的。可是当《深深爱过你》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那个歌是我出道第三年，就是很早，大概15年前写的。然后那首歌也不是很红的一首歌，但你们这边都开得了口，我特别的惊讶，我觉得，哎，怎么会这样？真的就是心存感激啊！谢谢你们每一位，知道你们来也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现在是，但是你们有点憋的，因为你们看的主要是柱子。这两天的两位哈。哦、辛苦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哈。哇，你看上面，你看上面的星星点点，两个点像不像幽灵？就是，好了好了，跟你们开玩笑了。同学们，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然后真的是最后一首歌了。有一个要求，答应我，就是最近其实这个风寒还蛮严重的，希望你们都不要感冒，都不要过道。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安全的回家，好不好？不管你们远道而来，还是在这附近的，还是就是本地的人，一定要安安全全回家，答应我，好不好？然后明天不要再来了，好，同学们，明天我都不来了。连看三场的举手。好，气得过一点。千万记得哦，同学们，我下一群再来，你们还会来吗？但是不要连看三场 ，OK 吗？就像今天一样。要不然我的加场就没有意义了，你说对不对？我搞一个大点的场馆唱一场好了，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哦，下次不要看三场，给我个面子好不好？谢谢你们啊、哦！虽然我跟你们现在的对话没有一句是对上的，真的是新加坡的朋友太调皮了。各位，最后一首歌了，念，要送别了。我送。不算鲜艳，残枝深爱无间，情用分开如烟，笑我这半生放下的尊严，我算。情缘，热爱燃火难圆，尝尽繁华冷眼，非得你为何转身来相见？手给我，你何苦占我先？只剩一句抱歉，你陪我对抗世界。你算不算遥远？仿佛在我身边，短发还是长辫？这次是错过，还是已遇见？我算不算丢脸？沉寂结果更甜。闪电带着雨出现，你何苦战火千年？当万千来临之前，就让我灰飞烟灭。你不必
算那一天。你何苦在我前面，任凭他山崩地裂，我本就来自深渊，你不必随我捐献。我怎么会有善念，也支付不了百年。你没新加坡要说再见了吗？最后让我说一声感谢哈，今天谢谢出品方潮湿音乐主办方 IME 娱乐制作单位有秀必应，音乐总监刘卓 Monet 张小年 PA 张君君，舞蹈 SDT Show Pro 发型师陈晨，化妆师明兰，还有就是谢谢每一位在座的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吗？最后一首歌了同学们，不是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次合唱了吗？好不好？唱完回去睡觉哦，下回见 OK， 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好不好，记得等我啊，给你们添麻烦新加坡，下次见的时候记得要找我跟我说哇，这里这里的全场站起来，都站起来，同学们，说再见了，你们准备，你就像。